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讲座。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18年 H1B 申请批准的众多案例和说明。在2018年呢，除了为客户取得了很多的 EB1A、EB1B、NIW、I485、L1、O1、PERM、亲属移民、签证等等的申请以外呢，我们还取得了若干的 H1B 的这个申请批准，很多呢是来自中小型公司的。到现在呢，我们取得了至少超过20份的 H1B 的批准，还有一些申请呢还在审理中，个别的申请被拒，主要呢是因为雇主和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务文件或者呢其他配合的文件证明申请人担任专业职位。那我们总的批准率呢在 90% 左右，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申请呢提交以后没有抽中啊，这个是另外的情况。下面呢是一些总结啊，给大家呢作为2019年 H1B 申请的参考，这里包括申请人的背景、公司的职位、公司的情况、申请批准的时间、有没有要补充材料的通知等等。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会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超过20个批准的案例，除了提到的以外呢，另外还有为我们自己公司的员工提交的 H1B 申请取得批准的。那么很多呢这些提交申请的公司呢员工还不到10个人。我们首先呢强调一下，在其他的视频里也讲过 H1B 申请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呢，当然你材料需要齐全，注意不要有遗漏，因为呢有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机会，需要有个人的和公司的材料，个人证明在美国保持了合法身份，公司呢证明有财务文件、有公司运营的文件、关于这个职位的材料等等。那么重点嘛，是要证明这个工作是一个专业工作，要本科以上的学历，那工资要符合要求，可以参见我们其他视频。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当然这些申请啊除了特别说明呢都是在2018年4月提交的啊，经过抽签得到审理。第一个例子呢是在2018年的7月批准的，申请人呢在一家小公司做计算机的工作，有这个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啊，没有要补充材料。第二个例子呢，申请人职位呢叫做生物统计师，然后呢他也有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在一家小公司工作，他的申请呢是在2018年的11月得到批准的，也没有要求补充材料，但是就是审理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第三个例子呢，申请人有博士学位，做的呢是数学和计算这个方面的专业，担任软件工程师，他的申请呢在4月提交以后在10月得到批准，也没有要补充材料。第四个例子呢，申请人出生在印度，他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学位呢是生物工程方面，然后呢在一家小公司担任生物方面的工程师，他的申请也在11月得到批准，没有这个 IFE 啊。那么根据这些数据呢，大家可以参考了解到一般批准的时间啊，这个流程等等。那么下面第五个例子呢，申请人有美国的博士学位，然后呢是生物专业的，那么毕业以后呢在一家小公司担任生物信息系统的科学家，他的申请呢在10月得到批准，没有要补充材料。下一位申请人呢，他是经济学专业的，他有美国的本科学历，然后毕业以后呢在美国一家小公司担任市场分析的分析师，那么他的申请呢也是在11月批准的，没有要求补充材料。下一位申请人呢，他的申请是在6月里就得到了批准了，比较快，也没有要补充材料。那么他是做统计方面的工作的，原来也是学这个专业，然后呢有这方面的硕士学位。下一位申请人呢，他有计算机的硕士学位，然后呢在一家公司做和计算机有关的科研工作，他的申请也在6月里批准，没有要补充材料。这些呢都是新提交的 H1B 申请。下面一位申请人呢，他也有美国的硕士学位，是工程方面的，然后呢他的申请没有经过 IFE， 他在一家金融公司担任分析师，申请在6月得到批准。下一位申请人呢，他是有生物方面的博士学位，在一家小公司呢做科研工作，他的申请呢补充材料以后在2018年的10月得到了批准。下一位申请人呢出生在印度，他呢是做软件工程师，原来的学位呢是化学工程，这个并不影响他作为软件工程师提交申请，他的申请呢也没有经过补充材料，顺利得到批准。
下面一位申请人呢，原来是电子工程专业的，他在毕业以后呢，是在一家小公司做软件工程师的工作，还有美国的硕士学位，申请呢，在补充材料以后，在六月得到批准。下一位申请人呢，他这个不是新交的 H1B， 他就是所谓的 transfer 啊，换了一个雇主。他有美国的医学学位，在一家诊所工作。然后他的申请呢，就使用了加速审理啊，是允许的。那么在2018年5月提交，当月得到了批准。另外一位申请人呢，算是他的同事，但是呢，出生在不同的国家。他的申请呢，在2018年6月提交了这个 H1B transfer 的申请，也得到了批准。接下来第15个例子呢，这个申请人呢，他有美国的博士学位，但是呢情况比较特殊一些，他是做运营科学的，不是原来基础科学方面的工作啊。那么和原来的专业有一些区别，他的申请呢遇到了要补材料的通知以后联系了我们，在我们帮助他回复以后，在10月得到了批准。接下来第16个例子呢，这个申请人呢，他是有石油工程方面的硕士学位，申请呢没有要补充材料，但是一直拖到了2019年1月才得到批准，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工程师，情况稍微特别一点。我们知道一般做销售工作呢，不一定能够满足专业工作的要求，但是呢他的一个销售呢是特种的石油设备，所以情况不同。第17和第18个例子呢，申请人都是做建筑设计的工作，在同一家公司，他们的申请呢都是在补充材料证明了这个是专业工作以后，在11月得到了批准。第19个例子呢，申请人是计算机 IT 领域的，他的申请呢也是在补充材料以后，2018年的9月得到了批准。第20个例子呢，申请人是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取得的硕士学位，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一家咨询公司 consulting 公司工作。那么他的申请呢，在4月提交以后呢，在6月很快的就得到了批准，没有要补充材料。最后第21位申请人呢，他有生物方面的博士学位，然后呢在一家科研公司工作，他的申请呢在4月提交以后，在9月得到了批准，没有要求补充材料。以上呢，那我们很快的讲了一下，至少有这21个例子，这都是这个申请得到批准的。那么总体来说呢，根据我们的感觉啊，只要材料齐全，要证明说这个工作是一个专业工作，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符合工资的要求，一般来说呢，申请并不难批准。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关于2019年 H1B 申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好，谢谢。